同時家訪咧係會為所有幼稚園咧提供一次性嘅特別津貼，協助幼稚園加強校園清潔嘅工作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。天文台喺朝早十點十分發出黃雨警告，話廣泛地區已經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30毫米嘅大雨。其中離島區已經錄得超過20毫米嘅雨量。